崇祯十一年九月，清军大举入塞，清军分兵两路，一路越过长城强子岭，另一路从喜峰口以东的青山口入关。因为明军蓟辽都师兀阿衡等人亡夫之首，清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不到两个月，一路从强子岭入关的清军由密云出发，青山口入关的清军从丰润出发，两路很快会师于通州城下，京师近在咫尺。此时崇祯心急如焚，即令各路明军回京请往。然而当时的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的农民军虽然表面上被消灭了，但是实际上张献忠是诈降，而李自成尚未擒获。孙传庭、洪承畴等人一走，便会死灰复燃。虽然清军和农民军相互没有任何交涉关系，但是就是这样一种默契中，使得明朝政府拆东墙补西墙，最后榨干了自己。此时的崇祯已经顾不上那么多，即令孙传庭、洪承畴等人即刻进京请往，同时令卢象升为全国勤王兵马总指挥，并赐上方宝剑，挂兵部尚书衔，并召宣、大、山西三总兵杨国柱、王普、胡大威入卫。此时的卢象升父亲去世不久，卢象升正值守上期间，披麻戴孝的就进了北京城。当崇祯召见卢象升，对此形势有什么看法时，卢象升只说了一句：“臣主战。”虽然此前崇祯表面上没有表态要议和，但是却默认了内阁大臣杨嗣昌等人的议和方案。可是如今清军都打到北京城下了，议和就无从说起了，只得将责任推给那些边关大臣，随即叫卢象升和杨嗣昌、高启潜自行商议军情。卢象升提出要以骑兵突袭清军的时候，崇祯当即表示支持，并拿出数万两白银给予卢象升犒赏三军，并赠予千余宫廷马匹用于卢象升作战。卢象升收到崇祯的鼓励，信心十足，之后跟士兵说：“此战刀必见血，人必带伤，马必揣汗，违者斩。”并决定于十月十五日夜晚突袭清军大营。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自古主战和主和派貌似就是天然的水火不容。卢象升的奇袭计划受到了监军太监高启潜的反对，卢象升知他不知兵法，并未在意，于是在十五日晚按原计划对清军发动突袭。此次突袭使得清军阵脚大乱，眼看胜利近在眼前，然而此时高启潜却将卢象升的部分增援兵力全部秘密调离。卢象升在战场上得不到兵力补充，这使得清军醒过神儿，对卢象升开始大规模的反扑。卢象升别无他法，只得保留剩余兵力从战场上撤下来。
之后卢象升气不打一处来，便向崇祯提出要与高启潜分开带兵，崇祯无法，只得同意。之后高启潜率40000人马，而这个全国兵马勤王总指挥卢象升实际人马不足30000人。而此时清军并未直扑北京城，而是分兵多路南下，多处城池失陷，其中有一座城池的失陷彻底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，这座城市就是高阳。崇祯11年10月19日，清军包围高阳。此时城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明清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，这个人就是孙承宗。此时高龄达76岁，孙承宗听闻清军正在猛攻县城，亲率家人和乡亲上城死守抵御清军。然而实力悬殊实在太大，最后城池失陷，孙承宗拒绝投降，被清军杀害。在保卫战中，孙承宗5个儿子、2个侄子、12个孙子和侄孙战死，全家100多人被杀，满门忠烈，无一投降。当孙承宗的死讯传到崇祯耳中，崇祯大怒，把责任推给了当时秦王总指挥卢象升，并罢免了他的兵权。而此时清军正在南下，能指挥打仗的人寥寥无几，杨嗣昌只得向崇祯建议让卢象升戴罪立功。崇祯最后只能同意恢复兵马总指挥的权力，但是撤销了他兵部尚书的衔位。之后卢象升为了阻止清军南下，从涿州赶赴保定。此时卢象升的军队已经好几天饿着肚子赶路，到达保定的时候，保定巡抚张其平在杨嗣昌的授意下拒绝给卢象升提供补给，随即又将总兵王普等人的部队从卢象升手下调走。卢象升这个兵马总指挥的兵力仅剩5000饿着肚子的士兵。卢象升上书给崇祯，崇祯却认为这是卢象升逃避清军的借口，不予理会。部队粮食断绝之后，口粮全依靠老百姓自发的赠予，别无他法的卢象升命令杨廷龄前往真定求粮。然而各地官员为了奉承杨嗣昌、高启潜等人，拒绝给卢象升远粮。百姓见卢象升军队可怜，知其遭奸人所害，纷纷拿出自家的口粮。卢象升感激廷龄，声泪俱下，对父老乡亲说：虽然自与贼交，经数十百战未常旅，今者分皮竹遣大敌西冲，原师东阁事有终止，时尽力穷，旦夕死矣，无徒累而父老为也。百姓一听卢象升这席话，无不落泪。此时卢象升的部队仅靠冰雪为食，却无一人逃跑。卢象升知道这不是办法，于是向四面的军士道：我与众位都共受过恩，患不得死，
勿患不得生。众将士听后皆落泪，之后下定决心与清军决一死战，于是全军拔寨而起，出师决战。12月21日，卢象升率领5000人进军巨鹿贾庄，遭遇清军。清军30000人马将卢象升部包围了起来，而此时高希潜率40000兵马离贾庄仅仅50里路，卢象升急令杨廷龄前赴高希潜部请求增援，高希潜却不予理会，即便杨廷龄哀声求他也无济于事。清军向卢象升部发动进攻，卢象升手持弓箭射向清军，清军合围而击之。卢象升带头率军冲杀，将首股清军击退，清军首战不利，只好归营。夜幕降临，卢象升领中军，以胡大威率左营，杨国柱率右营兼营自守。深夜清军号角四起，随即卢象升挥兵与清军激战，整个战场杀声震天。此战自辰时打到未时，卢象升军终于炮击失球，两军开始肉搏。清军主力趁机对卢象升所在的中军发起了冲锋，卢象升在清军阵中引刀奋战，独立格杀数十名清军，最后身中4箭3刀，落马阵亡。卢象升部下怕清军残害都师尸体，俯身起上，身中24箭而亡。
此战除了胡大威、杨国柱两个总兵杀出重围，逃出生路，其余士兵全部战死殉国。而高齐遣部四万人马闻风而逃。战后，杨挺明及部下在战场上寻获卢象升遗体，甲下上披着麻布白碗，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，身震天地。然而卢象升的死讯传到京城，却被杨嗣昌等人污蔑卢象升是逃跑，并未战死，故意刁难，使得卢象升的尸体过了80天才得以狩猎，甚至其妻和其弟向朝廷申请抚恤都未能以偿，崇祯一朝自始至终最后都未能给卢象升一个谥号，直到南明弘光期间才追谥为忠烈，予以立嗣奉祀。之后卢氏一族为明朝战死殉国者达100人之上。沧海笑，看如花江山。